三號強風信號在下午的4:25經已發出了，在下午的4點，位於南海北部的熱帶低氣壓襲擊香港的西南偏南大概120公里，預料向東緩慢移動，橫過廣東沿岸的海域。在過去幾個鐘頭，本港的風力是有所增強的，按照現在的預測路徑，這個熱帶低氣壓會在今晚的晚間最接近香港，在香港以南大概100公里左右掠過。除非這個熱帶低氣壓顯著地增強和進一步靠近香港，本港普遍吹烈風的機會是較低的。三號強風信號將於今晚和明早維持一段的時間。和這個熱帶低氣壓相關的外圍雨帶在今日和未來的幾日仍然會為香港帶來驟雨和狂風，而本港今日大部分地區亦都是已經錄到20至30毫米的雨量。預測本港今晚和明日的天氣將會初時吹清勁至強風程度的東風，漸轉吹北至東北風，會多雲，間中是有驟雨和狂風，局部地區亦都有雷暴。明日雨勢有時頗大，海面有大浪和湧浪。而展望星期四的風勢會是頗大，間中會有大驟雨和狂風，海面是會有湧浪，而跟住嚟嗰一兩日仍然間中是有驟雨的。由於海面是有大浪和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動。